12日，刘宪华现身机场，他戴着眼镜，身穿衬衫，显得斯文又清爽，获众多保镖护驾。刘宪华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创作型音乐人，最初是以组合成员的身份出道的，对世界流行经典曲目的驾驭都有较为深厚的功力，再加之对小提琴、钢琴的擅长，使得他的舞台发光值极高。非凡娱乐，实时报道。